Hello， 我今天来改这台叫做欧斯洛蝗虫啊，欧斯洛蝗虫，欧斯洛它是哪一台车啊？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它如果没有改装的时候，它的行车速度是多快，好不好？起步就50了，这也像跑车啊，帅气的跑车，好可爱哦，它是类似敞篷的设计的，然后后面还有喷火。OK， 我们来改车一下，看看它到底有多快。Here for the magic touch。咱们就不改护具了，好吧？那就是直接从刹车开始，可以看到正面。哦，酷，好漂亮哦！看，我都想买一台。那刹车看一下，多一点点而已啊。引擎就是改到满啊。这个排气管有什么？方形的。三重，我们选择差不多啦，圆形就好了。这个保险杆有什么？哦，不同的样式啊。哎，这是什么？碳纤维哦。哦，这个好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引擎盖，等一下。哦，有不同的通风口是吧？我觉得原厂的比较好看，咱们就选这个原厂的啊，这个好。看下涂装，哎，经典条纹黑色的哦，还行。白色的呢？哦，黄色看不出来啊。克隆，这个克隆看起来不错哦。哦，搭配它下面这个门的这个设计哦，然后加了一些涂装的部分。这个涂装就是前面有破掉哦，哎，那好炫哦。然后选哪一个？这还不错看。我选克隆好了，好吧？但其实应该还是要搭配颜色。好了，克隆，就你了。看一下车牌颜色，就给它黑色 ，OK。然后车子颜色用什么颜色啊？搭配黄色的，这应该要亮点颜色。哎，全黄色好像不太好看。金属色调，全黄色其实还 OK 啊，亮亮的。金色哎，金光闪闪啊！哦，银色也还 OK， 银色就字跳不出来了。好，看看再换什么颜色。哦，这个蓝色，这样还蛮好看的。每个人喜欢颜色不同，好不好？防滚架它有搭配副色调跟主色调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 ，OK 啦 ，OK。侧裙有什么？看看，副色调 ，OK 啊，副色调啊，好不好？点缀一下旁边的颜色。这个嘞。不同款式啊，我还是觉得有涂装的比较好看，那就改有涂装的，好吧？选哪一个嘞？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这个竞速的，然后变速箱改下去之后，全满嘞，涡轮改下去，啊，大概是这样，去咱们去看看。超赞的，真实车辆是哪一台我也不知道啊。哇，
很快耶，而且感觉很轻盈的哦，这也是跑车款，转弯还行，哦，加速很好呢。录一下封面啊，录一下。哎，喷火，很好哦，不错啊，这台车出了我要买。哎，转弯很顺哎，哦。哇，打滑被撞了。立人针，哦，他有这个仪表板啊，打死了，定掉一百，那么快，但他其实还蛮稳定的。OK 啦，这台车到这边了，好吧，喜欢帮我按赞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I got problems o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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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roblems. I solve them. I run through the money. Depression be calling. Left on my blessings. I feel like I'm falling. The birdie is back. Tell me I'm garbage. I'm going through something. That's why I ain't calling. Phone in progression. It's all that I wanted. The foe in affection. I summon and dub it. Cause bitch, I got problems o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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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roblems. I solve them. I run through the money. Depression be calling.